山野而生，因人类而兴，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文化的载体。在中华大地，无论是草原的毡房，雪域的高原，还是江南的水乡，茶香氤氲于各民族的日常之中，成为生活的纽带，情感的寄托。作为茶的发源地，中国不仅为世界奉献了一片片茶叶，更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共鸣。在不同的民族中，茶既是解渴的饮品，也是祭祀的贡品，既承载了礼仪与信仰，也记录了生产与交流的足迹。初秋的景迈山迎来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喜事，景迈山上的这片古茶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茶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为此，芒景村布朗族人破例在这个季节举行普洱祭茶祖风俗。苏国文是芒景村布朗族普洱祭茶祖风俗传承人。在这个喜庆的日子，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一款上好的传统普洱茶，这是告慰先人最好的礼物。你们要像爱护，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一代传给一代。生活在景迈山的布朗族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之一。这棵树的树龄超过2700年，高25米的野生古茶树是迄今发现的全球最古老的野生茶树。它的果和花呈现出野生古茶树的特点，但是它的叶、芽和梢呈现出栽培型古茶树的特点。它也呈现出了先民在对茶树利用和驯化同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么一个完整的链条，就是说从野生到过渡性到栽培型，我这里都有了，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的这么一个过程，别的地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只有在我们普洱。考察几乎是每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布朗族人必备的手艺，也是他们进茶山劳作之前必喝的传统茶饮。在瓢中放一撮干茶，取火塘里燃烧充分的炭块，上下翻斗中茶叶散发出火背后的香气，最后将干茶和火炭一并投入沸水中熬煮。茶主给我们留下了这个茶树，让大家在这个山里享受我们的烤茶。新茶是有点寒性嘛，通过烤了以后，我们说的茶在炒木灰，炭和茶在一起的时候，无意间已经形成了碱性，所以你喝这个东西以后，它就对那个茶味非常好。茶本身呢，它作为饮料很适合中国这个农耕文明的农耕民族的那个生活习惯和
意义习惯。喝茶本身呢，是一种意义的表达。文所村，无量山中的一个古村落，200多年前，这里就是普洱茶重要的集散地。同时还应运而生了一个新的行业，马帮。如今99岁高龄的杨春林是普洱唯一健在的马帮首领，当年以跑东南亚而闻名十里八乡。我们干嘛？搞到缅甸，和缅甸走的。22岁，我想有43个篓子啊。嗯，杨春林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当年跑马帮时的老物件，尘封在阁楼的这件马背用皮箱尤其珍贵，是他身份的象征。在这路上买东西吃的啊，我不是我们干嘛那个跑茶吃的啊。这所老宅子就是当年杨春林集结马帮队伍的场所，人和货都到齐后，他们就将穿过这座南搭桥，走向茶马古道零起点。今天宁洱城中心的茶园广场，便是当年茶马古道的零起点。以宁洱为起点，茶马古道北上可达北兴，西北可至西藏、尼泊尔，往西可去缅甸，往南可至老挝，东南则通越南。一线路通天上下，千寻峰家树丛横，马帮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在马蹄声中，普洱茶最终走出深山，乘上开往世界各地的货轮。中国的茶呢，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经济商品的一种载体，也就是说商品当中孕育着文化，文化当中呢也以商品的这种经济载体而向外传播，又通过丝绸之路和中亚欧洲地区形成了密切的交流。Where I'm sitting, this, which is the world's first, dry tea and coffee shop, which Thomas opened to service his best customers, who were the wealthy and aristocratic ladies of London, tea was horrendously expensive. By weight, it was actually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It made i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wealthy and aristocratic ladies of London.英国国家肖像馆展示了一幅历史画卷，简·佩蒂格鲁是一位著名的茶叶专家，他在这里揭示了中国与他的联系。Here in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we have a portrait of King Charles II, but it's not Charles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It's actually his wife. This is Catherine of Braganza, Charles's wife. She was a Portuguese princess from a very wealthy family.When she arrived in England for her wedding, she also brought with her a small casket of tea. And when she started brewing it and serving it to her ladies at court, she set a new trend and began a legacy, which of course endures right through to today. So this tea is yellow tea, as it'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rarest teas in the whole world. It comes exclusively from China.What type of flavor do you get from this yellow tea?
been absolutely honest, not a lot. Yeah, it's probably just my palate. It's a very light tea, to be fair. It's just in between white and green tea. The reason I've chosen this one is to kind of help you clean the palate from the cake that we just had. Imagine having one plant in your garden. It's how you pick it, how you process it, that you can make into any of the six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ea you can make from the tea plant. White, yellow, green, oolong, black, and pu'er. But China is the only one that makes all the six categories of tea. And yellow, it's one of them that is made exclusively in China. 茶叶从中国传入英国后蓬勃发展，喝茶的习惯已深深融入英国人的生活，其人均饮茶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茶的英文单词 tea 最初的发音雏形源自中国武夷山的方言。英国人每天下午茶，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仪式，也是一个必须，他的自己的健康也必须要茶。相当重要的东西，他们的饮食跟这个有关系。这个茶作为一种就是茶碱的供应者，它能够解决很多健康问题。敬茶是安溪茶人世代流传的风俗，当地人都会举行隆重的敬茶仪式，以感恩茶祖，祈求来年的好收成。王曼龙是王家第十三代传人，在他的收藏中有一张用英文书写的旧票据，尤为珍贵。这是一张股票，海外早期的古华侨早期有的股票啊。是吧？啊，对啊。然后啊，你看看这张，就是我们从民间提到征集的来的股票。我们这个是1931年，你这个哪一年？我看一下。哇，1924年，比我们还早了7年呢。你这个百年，你这个更珍贵呀，而且还是原件。王曼龙手中这张是1924年美国国家茶叶公司发行的茶叶股票，这张传承几代人的茶叶股票，见证了安溪这个小城的茶叶传奇。也记录了安溪铁观音曾经的声名远扬。我们的茶商到当地贸易的时候，然后没有用现金进行结算，那双方约定就是用这种等值的股票进行交换结算。第二种情况是，他们知道这种茶叶股票会增值，所以说他们就花了钱去购买。早在宋朝，就有58个国家和地区因为茶叶与安溪有贸易往来。到了元朝，与安溪有茶叶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扩展到98个。茶叶之路以福建武夷山为起始点，贯穿中国，伸向蒙古大草原和遥远的俄罗斯，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条陆地贸易路线，催生了许多不同的饮茶方式和与茶息息相关的人生感悟。茶在不同地区沉淀出不同的文化，也使得茶成为共同的记忆和情感的载体。万里茶道实际就是中国和欧洲这些国家进行商品交流、文化交流的通道。北方少数民族、南方的少数民族都有在交流互动中呢，也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的这种认知的同时，也形成了各地区的特色。这些特色和共性集体体现在我们茶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德昂族是中国最早种植茶的民族之一，以茶文化闻名。无论是人生大事还是其他的重要时刻，用不同的茶包来体现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道亲眷一样了，你的朋友，你的亲戚，
你的那些贵人，一种一包。那它一包是茶叶，草叶，这是我们当初所做的叶。德昂族的先人们以茶为载体，表达对生活的敬畏与热爱。这种茶文化不仅属于德昂族，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情感纽带。他们同样将茶文化深深融入日常生活和礼仪风俗之中。茶不仅是饮品，更是一种文化载体，承载人际交往、情感表达与礼仪象征，在人与茶的互动中传递着纯、雅、礼、和的茶道精神。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过程当中就把茶作为一种饮品，但这种饮品呢，在人际关系的交往当中呢，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域的文化。因为这个茶呢，主要是产自南方，然后在中原地区呢很流行。那么从民族交往交融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茶的，我们所说的，饮文化已经被其他少数民族也接受了。不仅接受了，也很喜爱。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将茶演绎成文化的民族之一。饮茶的习惯也很早从内地传至新疆。古代西域并不产传统意义上的茶。从唐代开始，与中原之间的茶马贸易是西域获取茶叶最主要的来源。在西域，各民族在唐宋时期几乎都开启了饮茶的生活与文化模式。手捧茶盏，神态恭敬，侍奉饮宴的正是契丹贵族的侍从。绘制于辽代的木板画生动记录了契丹人和内地一样有着饮茶的习惯。在喀什老城，已经营了百余年的茶馆总是生意兴隆。饮茶、休憩、午餐和社交在这里融为一体。古代区域各地之间交通不便，导致信息闭塞，茶馆就成为商人们了解外情、洽谈生意的场所。与内地饮茶方式不同，茶水可以让干燥坚硬的囊瞬间软糯可口。维吾尔族的茶饮历史有上千年，只要有音乐，茶客们随时可以起舞助兴。茶歌它是一种形式，它背后有大量的一些茶文化的底蕴。我觉得就是还是以茶为媒，以歌为载体，其实就是可以在互相的这种比较中或者交流中找到共同的点。茶叶之路进入蒙古地区之后，像大树伸展出大大小小的枝杈一样，分散出许多新路，通向草原上牧民聚居的各地。蒙古人这种用砖茶与奶混合煮沸的饮茶方式就未曾改变过。如今奶茶已经成为蒙古族文化的象征之一，
奶茶的香气充满着蒙古族人的每一座毡房。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哈萨克牧民会在毡房中用砖茶、奶和盐煮成奶茶。无论什么茶，配上鲜奶烧制成奶茶，都具有芳香可口的味道。茶呢，在中国很古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茶其实对于那个全世界各个民族，这个他们对于尤其是动物脂肪吃的比较多的那个民族来说，他们更迫切的需要。在临夏，无论男女老少，也无论哪一个民族，几乎家家都在喝盖碗茶。在喝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用茶盖刮去浮沫，搅动茶料，让滋味融合充分。这种饮茶方式又被称为刮碗子。日常的生活中，一日三餐，亲朋聚会，红事白事，迎来送往，休息聊天，都少不了要刮上个碗子。他叫丁世俊，对于他来说，一天的忙碌往往是从喝一盅盖碗茶开始的。他的爷爷、父亲也坚持着这种习惯。丁世俊对盖碗茶情有独钟，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对盖碗茶的感情。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盖碗茶。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盖碗茶变色，它的变色原理。您看好了，这是开水倒进去，它会因温度的变化，就像盛开的牡丹。在丁世俊看来，一盅盖碗茶就代表着临夏。盖碗茶除了放茶叶以外，还要加入焦枣、桂圆、冰糖、枸杞、菊花、果脯、三七等多种茶料相互搭配，构成了临夏人心目中的茶之八宝。然而，这些茶料的原产地大多并不在临夏，而是来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最终汇聚在这小小的盖碗茶之中。为啥叫八宝茶？八宝，它实际上是来自于它的原材料来自全国各地啊。全国各地的话，你看有些地方，路途比较遥远。你看，你像这个景德镇的瓷器，啊，你像新疆的红枣也好，新疆的葡萄干也好，宁夏的枸杞，云南的茶叶，啊，都到这里来的话，它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它就是一般我们就以前老人老一辈就当宝贝，八宝盖碗茶，它没有糖或许也不香，没有茶叶也或许不香，但是整个融合在一块儿，它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滋味。这些原材料，它基本上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在这里得到了相互的包容，让它在一个小盖碗里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民族团结的象征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个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包容，才能泡出一杯美味的盖碗茶。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茶香贯穿始终。在千年的时光中，它从生活的细微处升华为文化的符号，成为连接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共同记忆与情感寄托。今天，茶香依旧，
它穿越语言与风俗的藩篱，浸润了多元文化的智慧与温情。它在岁月长河中刻下深深的印记，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条贯通历史与未来的纽带，诉说着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与共荣，也续写着这片土地上茶文化不朽的传奇。